虽然不少常看抖抖村的村民反映这几年绘画进步不少，但仍有很多孩子们每期看抖村节目时，太感动了，我要每天速写，不然誓不为人。 One hour and a second later， 算了，我本来就不是人。只因为这些孩子们少了一个让任何技能型职业成功的要素，坚持。要成为伟大画手，你必须找到对绘画的 passion。 每次不想提笔时，记起自己当初热爱绘画的那颗初心，勇敢地冲破困难，坚持下去，最终一定能创作出令人难忘的作品。斗鸡，写上面这段文案的小伙伴已经被此切腹了，这么硬核，谁还敢应聘你们文案啊。再一看像鸡汤，其实是科普咖啡的斗斗村节目，绝不允许任何没有科学原理支持令人作呕的假正能量。动漫游作品里最大卖点的 Nikisto Passion，在任何技艺培养的过程中是最靠不住的能源。等待积雪 buff 般的 passion 来了才去做一件事情的孩子，几乎都是头两天拼命努力，在热泪中感动自己，热情淡去后再也不碰，并感叹曾经那份年少执着的真爱已不在。那激情靠不住，要长期坚持提升画技，坚持完成自己梦想的作品，还能靠什么呢？村民们知道那些 Hollywood wannabe writer 和美国小说之神 Stephen King 有什么区别吗？有头发和没头。 Stephen King 有头发。有 wannabe writer 在 Starbucks 等灵感，抱怨着没有灵感。 Stephen King 每天固定八点开始坐在工作台前打满六页纸，无论周末假日，不管有没有灵感。所以要坚持到成为一个行业的顶尖，需要的不是 passion， 而是一个可以反复执行的规则，也就是习惯。年轻的村民有繁重的学业，专业的村民有干不完的项目，想从小鼠钻过门般的低端竞争中脱颖而出，就需要平常抽时间提升创作水平和创意方式，去创作一些为自己未来开辟道路的个人作品。若不去刻意培养一套规则和习惯，只靠等 passion， 等哪天有空闲时间，会发现 passion 和时间永远也不会到来。下面这些具体的方法可以帮助村民们更好的培养习惯，坚持到目标达成。提醒 APP， 说每个人手机上系统自带的提醒 APP， 还有很多不错的第三方 APP， 比如 TickTick、 Wunderlist、 Microsoft To Do， 每天定时设置提醒七点了该画画了，由 Lazy S， 或者设置到某个地点时自动提醒，比如每天蹲厕所时。你今天1000字的抖抖村剧本写了吗？这期节目突然有一股味道了。习惯养成 APP，如果提醒 APP 还不能让你坚持每天自觉执行，还可以用 Habit Hub、 Habit Minder 这些打卡签到软件，连续成功打卡的成就感会支持你继续坚持，积累成习惯。再极端一点的，比如 Be Minder， 自己预付一个设置挑战金，哪天没打卡钱就飞了。村民们平常在微博、哔哩哔哩、半次元发布练习作品时，也可以加上 Hashtag 抖抖村打卡，记录自己成长，也缴集跟你同样在伟大画手道路上努力的其他小村民们。以狗屎为目标，很多孩子不能坚持，其实是完美主义，觉得自己每天目标必须要是我要临摹10张 Wallop 作品练习光影，这种坚持下去的可能性和 Wallop 更新一样低。不如把目标设置成我就临摹1分钟，甚至笔接触到纸上就是成功了。接下来神给人类大脑一个很好的机制，一旦开始干了什么就不太容易停止，即使以1分钟为目标，一旦大脑被骗开始，最后很可能爽得停不下来了。我的大脑说近期接到较多诈骗举报，他已经不上当了。减少阻力，所以每次开始才是最难的一步。如果想练习前，还需要先等几分钟开电脑插 USB 手臂板，再等几分钟启动 Photoshop。 我建议你换个 SSD。 那和去健身房路程需要开车1个小时一样，不可能坚持。兜里随时别着笔，把 Apple Pencil 戳在 iPad 上，把 L 轰和纸放在厕所里，都能让每天的练习更容易开始。总觉得最后一个会让奇怪的事情更容易开始。规则设具体，我决定每月多铲几头羊。这种不清不楚的规则很难衡量完成的到底怎么样，也就更容易放弃。练习一副动态速写，晚饭后写500字，每周三看抖抖村，这类具体的目标更可能长期执行。那也得你不过啊。5秒原则， Mel Robbins 在畅销书 5 Second Rule 中提出一种方法，比如要创作一页绘本插画，但是没有动力，立刻在心中倒数 5, 4, 3, 2, 1 and go， 啥也不想立马执行。倒数的时候大脑没法找借口，也就更容易被骗开始。我都这么说了，这个大片他也已经不上当了。错过就错过，很多想提高的孩子挤破头报名上一套网课，开始几次热情满满，可以打好帅，我可要好好把握，不小心错过一节课跟不上了，同学太厉害了，来日方长，然后班上就没有这个人了。3天打鱼2天晒网也比前3天狂打鱼错过一天就再也不晒网的人要更能成功坚持下去。不要专注在目标上，很多鸡血成功学强调要随时紧盯目标，向世人高声宣布自己要成为白粥库。科学研究表明，想减肥的人高喊要瘦成一道光，每分钟称重看有没有减肥，不但没有用，相反还是一种打击，让人更快放弃。
我们能控制的只有当下这一秒的选择，是吃炸鸡还是 salad， 是几个爷们儿坐在一起横着拿手机，还是静下心来计划一下下一个大作。电影 Rudy 讲述了一个身材矮小的辍学青年，幻想在强壮高大阿米克如云的橄榄球世界闯出一片天地。他通过超越常人的努力和一点一滴的坚持，终于加入大学橄榄球校队，登上梦想球场。因为只要长期坚持做一件事，就能成为那个领域的顶尖斗鸡。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啊，哎呀，你今天要玩几次进度条根呢？村长坚持每天锻炼胸肌，胸肌是越来越大，但这并不能保证斗斗村的节目更受村民欢迎，对吧？这得看你把视频发布绘画区还是滚出去了。 Fuck off， 这个例子逻辑很扯，但正是大部分怀揣梦想的人在干的事情。希望成为网红，但坚持拍摄和别人完全一样的无聊 vlog。 希望成为喜剧之王，但啥演技都不学，坚持蹲在横店街头吹风。想成为优秀的概念插画师，但却说我就是不想变人体和场景，坚持运营画大脸。我们稍稍了解一下电影 Rudy 的原型 Daniel Rudy Ruttiger 的现实生活。电影歌颂的那场比赛结束以后， Rudy 很快就从学校毕业，并没有成为橄榄球领域的顶尖，一年以后转行卖保险去了。你不是人，梦想粉碎机。我们影视作品里总是喜欢标榜坚持本身， Rudy 的拼搏精神绝对值得尊敬，但真的研究那些做了顶尖的运动员、艺术人、科学家们，都能找到另一个规律，他们几乎都不是在 Rudy 这种 hard mode 的游戏里苦不堪言自我感动，而是一开始就找到自己天生就更容易比别人做得更好的领域，在 easy mode 下拼命努力。但现实不是游戏，没有百分百能判断我们是不是正在 easy mode 里坚持的方法，但下面这些方法能让我们更接近正确。关注反馈。刚开始连载漫画的漫画人做自媒体的 vlog， 是否有这样的疑惑，是因为作品不好人气不够，还是推广不够，是否应该坚持做下去呢？如果你是一个有150亿日元可以随便挥霍和一个纵容你的小受制作人的艺术大师，的确可以不再管大众口味，但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关注数据和读者反馈是尽快找到 easy mode 的有效方法。用漫画连载举例，如果很多读者催更，读者互动度高，不介意付费阅读，常有其他媒体推荐，都是一些坚持在正确道路上的小标志。但如果一部作品需要长期付费推广，买水军送礼，观众才勉强看看，显然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这种在淤泥里前进的状态，有点常识的人其实都能感觉出来，只是很多创作者自己陷得太深，反而看不到了。提供最大价值。若叫 Stan Lee 去掏粪，他也能为人民服务发挥价值，但是一干瘪老头能掏多少人的粪便呢？他坚持一辈子在掏粪的领域燃烧生命，也不会比那些本身对给排水工程、城市下水道设计真的有兴趣的人贡献更大。Stan Lee 并不会画画，但他把自己喜欢天马行空意淫的长处发挥到漫画文案上，创作了给上千艺术家提供就业岗位、影响上亿读者的庞大空想宇宙，所以他在创作英雄漫画的领域比掏粪领域更容易做到顶尖。比较同类，比如我们想画科幻类小条漫，可以和同类的作者比较一下，看看创作这个类型的作品上其他作者有什么优势，自己又有哪些优势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想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走插画这条路，可以去参加一段时间绘画班，比较一下你和其他学员的进步速度，问问老师你有没有哪些性格特点能让你更容易在这个领域胜出。那我就是一个没有鼻子脑洞大、没有缺水的海关提升快的渣渣，看来我现在就该放弃关视频了哈。 Hold on，RPG 一样提升画技里，我们讨论过影响绘画人的除了画工，还有表达、创意等其他同样重要的思想属性。如果你就是30岁中途转职绘画行业，或者对在一幅图片上花一两周去磨光滑和加特效，屁股都做平了才出一张图片的生活感到痛苦，那没有必要死磕原画的职业。你可以选择需要编故事、画得快的卡通设计、分镜的职业。包容性很强的艺术行业里，总有一个细分的领域你能更容易就比别人做得更好。中短期来说，坚持是靠培养习惯，靠努力克服一个个困难，但长期比如30、50年坚持做一件事，就不再是主观可以控制的行为。长期没有一点成果，没有维持家庭基本开销的收入，会把任何梦想和坚持终灭。而选择了热爱且正确的道路，路上每一点小小的胜利所释放出的多巴胺，会让你自然而然地坚持下去。这种不感动自己，用一颗平常心，从最小的习惯开始，在自己热爱且擅长的领域，一直做到生命最后一天，才是一生坚持。斗鸡，这次是真的斗鸡了吧？ Wait a minute。我们超受欢迎的微店斗斗村小书屋已经开张一段时间了，帮一波又一波的村民找到了适合自己提升阶段的经典书籍。本期介绍两本能解决村民提问较高的人体结构和动态相关的书籍。超热卖的《人体动态解剖学》是一本内容跟得上时代的优秀人体教程，推荐给人体初学和进阶，或者觉得 Bridgman、Loomis 这类传统教材太枯燥的村民们。斗斗村小书屋里这本书卖断货了3次，买不买得到？随缘吧。另一本《游戏动漫角色动作设定集女子格斗》是一本高清人物动态摄影合集，适合用来做速写练习和动漫中帅气打斗的参考。
甚至是 Kendo 李唐尼也喜欢卡拉德，最后你随便找点模特的 coser 来拍的，连见贤都拿反的假 pose。而这本书从作者到模特小姑娘本身就是卡拉德 Judo 高手，动态很到位。反正一句话，人美我好，衣服要好。稻村小书还有更多村长和小伙伴们给村民们精选出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正确绘画基础书籍，有需要的村民们欢迎去逛。如果你喜欢我们有爱的大村子，记得点个特别关注，点击铃铛什么的，分享一发，打败现在各个平台不公平的限流算法，让更多人在枯燥中学点有用的绘画审美知识，让我们的行业越来越好。你的每一点支持都是我们豆豆村继续吐血创作这些有趣又有用节目的动力。村民们，下次见 ，Adios。